这里是在其中的一个乡里面，离茶余还有80公里，但是问题是呢，我的车子只有40公里的续航了，找了好几个人都没有，加油的地方。这两夫妇也不是一般的勤快，这个车子只要一停下来，我看你们就是在擦车，而我们的车子呢，洗车只有是那种，除非就是天气比较好吧，它自然洗的。要么呢，就是加油才会洗，一般都不会去动。哎，月月过来，哎月，他又洗澡去了。哎呦，月月，他又洗澡去了。他不冷啊，你看，拉不住的他这条狗，他就很喜欢玩水。太久没洗澡了吧？他上辈子就是一条鱼。他想抓鱼吧？他很喜欢洗澡的。牛啊！控制不住的。爷爷，什么什么什么？没人信了，已经。够了够了够了，拜拜。我们还是不要管了，让它自生自灭吧。它就是喜欢玩水，接不了的。走了走了，走走。交流交流，Q。交流，Q。嘿嘿嘿，把它忽悠上来了。这里有，这里有红牛的饼子。这边。他很笨的。以前我比较担心的是我们两个，杨宇还好，他在车子里面比较暖和，我们两个今天晚上可能就惨了。那你就跟杨宇睡呗，不睡觉的。哇，这个话讲的真的是，哇，这个话讲的太有技术含量了，你怎么说的啊？教教我。我有电毯，但是我担心他晚上不够电就完蛋了，冻死我们两个。他这个人没节操的说话。杨玉有那个暖和和的真毛，是挺舒服的。你不是说杨玉比较暖吗？他现在跟我久了，就跟我一样流氓了。过来，杨玉，过来，过来哟。嘿嘿嘿嘿嘿嘿。开心的像个傻子，昨天因为下雨的原因没放他出来，今天一放他出来就跟疯了一样。过来过来，今晚还做饭吗？我们我不想做了，累死了。搞点简单的，我觉得。对啊，简单的就好了。要不这样吧。我一次性碗筷啥都有，这次就我负责做菜，你们做饭，我就炒一个菜，我自己做，我不用你弄，我就弄一个菜。我吃那些吃了会拉肚子啊，我自己做饭不会啊，好不好？做菜麻烦的我来，简单的你们就一个饭就行了，有电的嘛。你不可能只做一个菜嘛？一个菜就一个菜，保证好吃，吃到。不要搞了，多放点盐。对啊，多放点盐，真的。我那个好大的茄子啊。你吃泡面吧。会拉肚子的，对生活有点要求，好不好？那就还是煮饭吧，一天也没吃东西啊。我来做菜，反正其他不用你们管，沥青也不用管，他太懒了，我要给。
我们两家人呢也是轮流浪漫的、他们是湖南，是广东的隔壁，他们煮的湘菜呢我们很喜欢吃，然后吃腻了就可以换一下口味，就煮广东这边的菜，两家 互相煮嘛，每天都有不一样的菜式，也是各方面的品鉴吧，看一下谁做的比较好吃，有一个比拼的。丽琪，你会不会炒鸡蛋呢？用这个炒，就炒熟就行了。哇，你说的这个这种话怎么会在你嘴里面说出来？那不怎么样，我操，炒熟就行了。你一点追求都没有的吗？那你还要怎么炒？色香味俱全。我现在在煮这个茄子锅了，他们说这个茄子锭也是可以吃的，但是我感觉没什么肉。我在家里都要留的。你要留吗？那个是茄子腿呀、它那个也有营养的、这个也有营养啊。哎，算了，那给杨玉补一下吧。杨玉，这生的补什么补？茄子给他玩吧。嘿嘿，这是我在煮的茄子。这边海拔有点高，3000多4000了吧？4000多了，做菜有点。怪不得我走的时候有点喘。要煮久一点的，把它水分全部煮干之后，我才敢再继续下一步。那这个肉应该好吃一些。我们连续3天都是吃肉，大鱼大肉，好多菜呀、没有鱼、哦，对，没有鱼啊。要不要去跟人家老乡打一下招呼，问他可不可以用他这边的鱼来做做饭？你先让他先托个梦。要他托梦啊？鱼我有啊，我有那个小干鱼，你搞不搞？哎，小干鱼。搞不搞？哎，你不是你小鱼干？对啊，对啊，包很好的。哦，对对对，拿一点，它里面好像有盐的。没有盐那个。没有盐的也可以。试一下嘛，我不知道。可以，放来一点吧，来一点，来。包放小鱼干。对对对，很好吃的。没吃过，来点吧，反正你我们也没吃过你们太多的香菜，你们没吃过太多粤菜，综合一下。你拿一条舔一下看看。不用，我相信你。试一下味道。对呀，等一下要看，因为我不会做这个，我们第一次做。我来拍。哦，没味道，没味道就行了。吃掉，淡淡的。给杨玉吃不吃？杨玉他肯定吃，在车里面。先放这，放着吧。没味道。拿吧，不用，现在好像也没有下很大哦，就一点点。有点有下大的了，锅里更沉。不用切那么好的，能吃就行啦，丽琪。炒不熟。能熟。炒一点熟起来快。现在是什么都管不了了，有菜有饭。这个饭好好吃啊。刚好煮的，吃饱了上去睡觉。我现在呢已经把那个电热毯给插上了，等下上去又是暖暖的被窝，能睡一次好觉我就觉得很感动了，一晚上的供暖就求之不得。我觉得不用开暖气都行。开玩笑，晚上冻死你。我们不需要电热毯，今晚上真的不需要吗？真的，我们有毛毯。啊，不过你们是在车里面呢。对啊。我们是帐篷里面会比较冷一点，口气都能取暖了。对对对，有道理。这个傻子，烫死你！我都没有洗脚水泡脚，他就有了。一起泡啊！还要骂我，还说我渣男。我不泡了，不泡了。太惨了，这个人。你杀猪啊！慢慢来嘛。踩不得的，这个是傻子。没拖鞋吗？拖鞋帮我拿一下。天寒地冻能有这样的，还要帮我拿一下拖鞋。在哪里啊？就在这里。你先疼一疼吗？刚刚笑死了。我借个盆给你好不好？丽琴呐，我刚刚把一锅的全部倒到里面去了，人家是一锅分两个人，然后洗澡不是洗脸洗脚都有了，而我的是一大盆，让它泡到明天天亮吧。而且还烫的不能放。习惯就好。要不要我拿个盆给你好吧？啊，不用了，我不泡了，他泡就好。你们自己的碗可以用来洗。真的，我们这还有两个，你们要哪一个？不用，真的不用。这给你洗脸的。不用不用，真的不用。等下他洗完我再洗吧。都洗了脚的。无所谓，我用来洗脚。
现在是检验我们今天晚上会不会冻死的结果。我不知道我要说啥了，反正你们懂的。把电热毯给插上了，这个是买的比较小的电热毯，开到最大功率只有80瓦。如果是按照睡觉的那种温度的话，大概只有60瓦或者40瓦左右。我估摸着呢，可能就能熬过今天晚上，因为我刚刚开了差不多有1个多2个小时吧，才用了10%的电量。早点睡。更恐怖的呢，是我现在不只有一张电热毯，我有2张电热毯，我可以12伏的也用在一起。早我就想开始用一下这个电热毯的，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用，现在可以用了。就一个够了吧？我有两个呀。但是我有两个呀。你两个一起用的话，那个电小二也支撑不了一晚的。嗯，你说的有点道理。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看一下明天早上会不会冻死我们两个。不会的，你要冻，快冻死了，你就下去跟杨玉睡。你还说，这个我们还要负责充电啊，工作啊，他也挺累的。已经开始暖和了，忍不住要脱衣服。傻。好爽啊！过来，一起暖和一下。好爽。没想到这么冷的天还能有电热毯，把那蚊子给打掉。就他昨晚咬我的，我记得他。他咬你的，你就打回他报仇啊？为什么要？你帮我报仇？我不想跟你。我不想起来了，比较暖。那你今晚继续被咬吧。昨天晚上成功的冻醒了1-2次，但是不是因为我的被窝不暖的问题，是丽琴要偷偷的去扯我的被子。本来呢，被子才1.2米的被子，还要扯。扯了吗？你扯了，晚上的时候搞得我冻醒的。最冷的时候可以完全熬过去就没有问题了，就是6点钟左右。今天外面也是下雨了，这边有水了，有点水珠了，有点冷哦，外面哦。我们今天终于找了房间住下来了，然后红旗刚躺下，我就发现他的脸跟脖子都是好黑啊。终于完全穿越丙察察，好像用了3天2夜吧，应该是。嗯。好累，真的好累。觉得长期不住是肯定不行的，要找个好地方停下来歇歇脚，然后慢慢剪视频。感觉现在剪视频都不想剪了。我们现在找的地方很漂亮，拉开窗就能看到大山，但是呢，离市区很远，所以我们没什么东西好吃的，只有方便面。但是休息的话，就还能休息好。休息好再出发吧，我们离下茶鱼也很近了。其实这次的目的地我们根本就不是说跑丙察察，而是去下茶鱼。去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住的地方的风景。这里打开外面是一个停车场，好像。杨玉也很累了。我们这么累的，没有一个人不累的。因为这个路实在太难走了，一直颠的，大家都很累了。外面是，它不是前面。这你拍左上角，你拍垃圾桶。不是垃圾桶啊，这里啊。你看上面，全部都是大山。也不好看啊。这是大山。还行吧。反正我们就是在很偏僻的地方，但是这个酒店还挺大的。也是当地基本上数一数二的大的。最大的酒店。哇，你的脸真的好黑呀、啊。我很累了，真的一点精力都没有了。今天我就想躺着睡觉，睡一整天，睡到明天下午我才起床。先吃饱了，然后洗个澡就休息了。我们现在才下午3点多。我还挺想吃小香猪的，然后呢？然后刚刚酒店的老板跟我们说，现在什么情况啊？你们还吃猪？说这里发猪瘟了。对，还是从云南那边传过来的。我们就是从。走滇藏线呢，就走丙察察，也是属于滇藏线吗？对，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但是我在路上还是有看到小香猪的，还挺多，应该看到10多头，应该是有的。不知道有没有猪瘟呢？对。立行现在正在做字幕，
拍摄还有就是剪辑加起来的时间，可能就是等于做字幕的时间，要一个一个字的慢慢核对码，才能把字幕做出来。所以有时候例行做完字幕已经是凌晨的2点钟左右了，才有的睡觉。刚刚进来还没有这么多车，现在啥车都过来了。我要检修一下我的车子啊，因为我跑的时候我偶然间就听到在左边这个部位有那种叮哐叮哐的响声，特别是经过一些颠簸路段的时候会听得比较明显一点。我怀疑呢，就像我以前翻车那时候那辆车子的情况一样，是左边的那个球头可能有点松动，很容易导致转方向啊、失灵啊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到时候我可能也要去看一下具体情况了。这个也不是说7年车了，也跑了有4万多公里，应该没有不存在漏油漏水的问题。哇，下面那里爆了，下面那个塑料板爆了。看到一点，以前就有一点裂的，但现在可能是托底是不值得托底的，可能是打的舌头弹上去把那个塑料板给打爆了。好多网友之前提醒我，叫我装那种金属的这个下板，千万不要装金属的。我问过 4S 店的工作人员，这个板子它是遇到事故之后呢，它会让发动机下降下沉，然后保证人身安全。如果这个板子换成金属的话，这个发动机无法下降，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这个绝对不能换成金属的。车子重要还是命重要？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选项啊。没想到这里的风景有这么棒，就是我们今天住的酒店。今次下来呢是给丽琴跟我们两个准备一点晚餐。这里没有酒店了，不是没有饭店，附近都是只有这么一家酒店，其他都在建设中，所以没什么吃的，只有车里面能找到什么吃什么了。黄瓜可以，这个我们还是备了比较多东西的，还有这个鸭排可以。这个蚊香片不太行，吃点火腿肠吧。垃圾食品凑一凑，反正也一样能吃饱。车子里面还有面包，哎呀，多找几点。那里还有牛奶、狗粮就算了，我不太喜欢吃。我说不给他吃，他就叼着那个面包的包装袋在那里跟我生气，不允许吃这些人类吃的东西。不允许，尽量不要吃，你就吃你的狗粮。哎，越来越来劲了。没有，没有，不能吃。没有，生气了，生气了。很简单的晚饭，我们打算明天去下茶鱼的灯人村。好像有点小啊，这个鸭子。这只有一半吧。一只啊。两个人吃应该差不多。鲶鱼也有份。对的，三个人。这虎视眈眈的。他不是人。感觉咋样？就跟那种。街上的一样啊。就跟超市里面那种一小包一小包那种。哦，味道是一样的。对。但是它没有大腿，没有鸡翅，没有鸭翅。你吃一口吧。好。
哇，分量还是挺够的呀。嗯，还挺好吃哦。还挺好吃。我们也要准备一下，明天金玉登人村了。我想呢，在那边多待几天，多挖掘一点好玩、好有趣的一些素材。所以，第一要解决的就是我们明天、后天、大后天的保暖的一个问题。那个车里面睡嘛，等下我把那个电小暖拿进来充电，然后呢，再把那个棉被换成那种大的，1米8×2米的，我们两个人就不用挨冻了。这里没有吧？应该有的，是一个镇子啊，是个县啊，县城里面肯定有啊。但是我看这个县好小，跟村子一样。还行吧，至少也是一个县，而且是个行政县。嗯，好吧。嗯，有我们视频，请关注我，拜拜。你们旁边逮蚊子没有片？